说企业家的椒麻大杂烩哈，来活动了，赶紧排哈。我拍的是六种食材的，多了一个鸭掌，多了一种食材鸭掌。鸡脚筋，鸡爪上，天，现在夏天天热了哈，不爱做饭的哈，直接晚上下班回来，打开一包，就是一个凉拌菜，喝个粥啊，吃个面条啥的都可以配上它，它里面还配带了这个辣椒油包，如果觉得不够辣，全部倒上去，很香，这辣椒油特别好。现在有活动哈，你们趁着有活动赶紧带。都是这种鲜花椒。